医生，你给大家讲讲你家长什么样啊？我家长什么样？我家叫开普勒村，我们家有一个蓝色的玻璃屋顶，还有一个巨大的背着床。哇，那你是外星人吗？医生，你别闹！他是一个怪物。他不是，他就是流落到我们星球的隔壁星球的邻居。这个小姐姐就是你们未来的皇后。医生，杀了。啊！他知道的太多了。我应该是喜欢自己。男人嘛，喜欢就要主动。子谦，一块吃饭去吧。喂，是我心愿的女朋友。大家各凭本事。去吃饭吧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这是情侣筹备，那这里我不能要。从你戴上表的那一天起，就答应做我女朋友。 考虑一下吧，距离不要这么近。那你是拒绝我了？我说的是表。那你就是接受我。如果两颗心彼此一直牵挂，那无论多远，无论时间多久，总有一天会重逢。我想认识。 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可以替代你。你的余生有我，我的余生有你。